买了一筐的砂糖橘，今天势必做出橘墩墩。阿婆，江城四一爷微反，撒糖局已经宣上了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外婆舍还没研究透，让我再过一回来找他，我就看看这款宣完之前能不能做出来一个。Later。这下终于开始做了。你别说，确实有模有样。做好了，太可爱了吧！外婆对自己的作品简直爱不释手。总结，确实很可爱，就是真的太费橘子了。